透报道，上海当局加快脚步，帮助特斯拉从疫情封控中复工。尤其特斯拉准备在上海扩建工厂，加大产能。路媒也进一步证实，特斯拉呢已经明确计划上海工厂扩产，今年将增加包括 Model 3和 Model Y 在内的年产能45万辆。上海特斯拉扩产后，年产能将达到100万辆，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。为此，特斯拉向所在地的管委会寄出感谢信，感谢当地官员支持，并概述了相关计划。而 Tesla 对外事务副总裁陶林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，感谢各级政府为工厂复工提供协助。特斯拉是上海能复工的主要产业，官方称全上海1800家重点企业已有70%复工，但仍有企业反映符合复工的要求过高。有些街镇和园区啊，主要是担心疫情防控，那么对于企业的复工呢，也有一些加码的现象啊，这个呢是没有必要的，也是不应该的。同样走出疫情阴霾的还有香港，餐厅内用放宽，可以最多8人一桌，但刚解禁的第一天入座率只有60%，一方面业者来不及准备，另一方面市民们保守观望中。台北新闻社长陈玉文综合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